镜头还是来卫生巷，卫生巷公所今日举行110年度大阿里山地质道东阿地评鉴，邀请到农委会地业改良场、溪池分场、前分场长郭宽福来进行评鉴。乡长林俊茂表示，卫生巷公所推出的高山地地市场的反应相当袂歹，因也会继续努力来推广。梅山鄉公所為了要推廣大阿里山的高山茶，今日中午就在三樓的大禮堂舉辦了110年度的大阿里山茶之道當地評鑑，邀請農委會地業改良場、溪池分場、前分場長郭宽福來進行評鑑。今天是我們梅山鄉公所那個冬菜評鑑，最近我們公所這個評鑑的地盤点数拢伫增加吼，因为消费者对着咱啊公所评鉴的这个茶叶都非常有信心，因为第一点，咱要保证责任，就是讲咱这个茶米都是咱山区茶农家己种的摕来只比赛绝对无令意外的茶来参与这个比赛吼，所以咱的茶不但是讲保证责任无而且咱的品质嘛非常好吼，消费者泡了后拢一直拢来学了咱梅山高山茶这个品质，所以讲咱未来咱公所会大力来推广咱这个评鉴的出来这个茶味吼，让咱的茶农有更加好的来收入安尼。乡长林俊茂就表示，最近举办的当地评鉴点数嘛是愈来愈侪，同时嘛是品质保证，保证茶叶拢是乡内茶农生产出来的优质高山茶，让消费者会使安心品尝优质的高山茶。最新新闻整理是梅山乡蔡宏报道。想要和我走过山林步道，你会意想不到，反正
的手指穿越云海的轨迹，台北高山茶的尾韵，愿意向神不助力陪着你，看你喜欢阿里山的 coffee tea on me， yeah yeah， 走进了台湾的美，享受片刻宁静在失望的脸。一二三的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水土湾都是川，美不胜收的习惯，耶、yeah。少年，要饮咖啡无？从南到北走遍全地图，现在开始倒数。山水景色走圈圈，记住和你一起魔术。去拼命哈尼哈尼哈尼，想起了爱情融入心里。走进了阿里阿里阿里，山里的每只水晶生命。